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台北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台北市卫生局邀请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的营养师分享烤肉健康的饮食及选购食材的小配包，另外也针对室内月饼制造业、食品材料行、超市及餐饮店家等进行应景食材抽验，结果验出了11件产品农药不符合规定。培根、香肠等高油盐加工食材正是中秋烤肉的菜肴之一，搭配烤肉酱，重咸口味，刺激民众味蕾。但很可能您的这餐热量就爆表了，也摄取过多的食盐。如果又没有均衡搭配，就会导致膳食纤维量摄取不足，影响健康。因此，北市卫生局邀请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营养师分享烤肉健康饮食及选购食材小 table， 快乐烤肉，当下也减轻负担。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选用低油盐的一个食材，那当然我们其实在整个饮食里面是希望六大类饮食都可以均衡的摄取，好，所以像玉米啊、地瓜啊、马铃薯这种全谷根茎类可以多多食用，好，避免精致的一个淀粉。那当然肉类的部分的话，除了肉类以外，其实海鲜类，好，甚至我们还有豆制品都是属于高蛋白的一个食材。那当然在烤肉过程之中，这边也举例我们常应用的一些蔬果，好，那可以在烤肉过程中把它搭配进去。那当然在最后也不要忘了说，也会补充一些水果，像柚子和火水梨都是当季的一个蔬果，来增加我们纤维的摄取量。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在处理的过程之中呢，要正确处理，哦，可能食安康。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当然蔬果的部分我们是要用清水，好，那去做清洗。那当然如果是可以浸泡个10到15分钟，然后再冲洗，这样是最好的。但是另外一个要提醒，中秋节其实天气气温还是有可能会高，那尤其在烤肉的过程之中，我们把肉类跟海鲜呢，如果是没有适量的一个温度保存的话，其实都容易造成细菌的滋长。所以我们会建议呢，就是海鲜跟肉品要放在保鲜盒储存，在冰箱内冰存，那最好是分批适量的取用，因为有时候烤肉时间一长，一直在阳光下曝晒，都容易造成它的一个变质。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少吃加工食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是用原食材，例如说瘦肉片、鲜虾、鸡腿，来取代已经加工过的那种贡丸、香肠、培根之类的，好，那来达到我们就是少吃一些高油高盐的一个加工食品的一个目的。那第三个配方呢，就是我们蔬果建议各半，其实现在大家饮食习惯都蛮常摄食一些生菜的部分，所以其实在烤肉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美生菜或者是罗曼生菜，来卷一些烤过的肉片或者是杏鲍菇。那当然也可以加入一些青葱跟洋葱一起烤。那当然鸡肉跟豆干的话，其实跟香菇、茭白笋、彩椒这些来做串烧搭配都还蛮哈逼的，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蛤蜊的部分，那常常我们会跟丝瓜，好，或者是用金针菇，用铝箔纸方式包着烤。那其实这样做吃肉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增加一些蔬菜的一些摄取。那第四个部分就是少辣多鲜，哈，刚刚有提到哈，其实在酱料的使用上面的话，我们还是要多多的一个注意，哈，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话，我们营养师开发的一个鲜蔬沙沙酱。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食谱设计，刚刚有强调哈，吃东西还是以原食材为主，哈，所以在食谱设计上，我们还是用原始的食材来做所谓的一个酱料的一个制作。那当然它的一个含钠量的话，它只有市售烤肉酱的16%而已，哈，可大量减少盐分的一个摄取。那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这个酱料除了来搭配肉类以外，其实你拌生菜、沙拉这些都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口味。那当然在喝饮料的部分的话，也尽量避免精致糖类的一个添加，哈，或者是饮用。所以我们就是利用鲜果的原始的一个甜味，好，来做我们的饮料的一个调味，所以推出一个鲜果冰砖饮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你还可以再添加一些比较有膳食纤维的一些食材，好，或者是蔬果进去，它可以增加肠胃蠕动。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在月饼的选择上，哈，我们其实月饼的部分除了要留意它的制造日期或者是保存期限外，那如果它是完整包装的食品，它外面都有营养标识，好，那你们可以透过营养标识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产品。那当然我们现在一个月饼的热量，大概就是500
到600大卡之间。好，那在我们其实会建议说，当我们在一个餐后的点心，哈，一般我们营养师都会建议在300大卡左右。所以这样的一个月饼来讲，哈，事实上如果自己一个人吃一个，它的热量都是超过的，哈，那我们还是建议中秋节不免吃月饼，但是跟亲友一起分享。那吃完月饼跟烤肉之后，也不要忘了要运动，来消耗多余的热量，也有助于肠胃蠕动。好，那这是以上营养师对于我们中秋节烤肉跟月饼使用的一个叮咛。而中秋连假，民众也不免外出聚餐。卫生局在室内月饼制造业、烘焙专卖店、超市及餐饮店家等进行应景食材抽验，总计抽验101件，有11件产品检出农药不符规定。那这次总计抽验的101件的产品，那其中有11件都是蔬果，好，它的破格的项目是农药残留不符规定的部分，不合格率是11%。好，那这次101件的商品，刚刚提到23件跟中秋月饼相关，好，包括月饼、鸡肉碰、蛋黄酥、或者是凤梨酥，或者是烘焙馅料等等。那有70件是常见的烤肉的应景食材，那刚好提到肉类、海鲜、蔬菜、加工品，然后豆干、米雪糕。那当然还有4件是酱料，还有4件是烤肉容器具。那依照它的一个产品的性质来做不同的检验项目。那这一次11件产品中呢，都是蔬果残留不合格，好，其中包括芹菜跟青江菜各2件，那甜椒、白萝卜、百香果、青花菜，还有就是芥蓝菜、柠檬跟米豆各1件。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些产品，它的一个来源都还是来自于外县市的种植，好，所以我们已经依所来源的一个所在地的部分，然后依其所辖的县市卫生局进行后续的调查。那如果经查证属实有农药残留不合标准的部分呢，就是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5条的规定，通管第44条，处新台币6万元到2亿元的一个罚款。那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选购月饼的时候，还有就是礼盒的时候，那还有我们生鲜食材的时候，还是以信誉良好的一个店家来进行购买。那当然尽量购买就是完整包装跟标示的一个产品。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要提醒哈，因为其实连假的期间，在购买食材的时候都会量会比较大，所以包括你的储存温度要特别的注意哈，然后冷藏要在7°C以下。那一般热存食物的话是60°C 以上，都可以避免一个细菌的滋长，那当然也可以保存它的一个品质的部分。另外，抽烟酱油、酱料类项目也发现有一件标示茶盒不符规定，提醒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要注意标示与制作存放环境，避免花冤枉钱。记者温俊台北报道。许多的废弃金属零件，一般人可能以为只能当工业的废弃垃圾，但是经过徐正泰的巧思创意，竟然变成了一件件的创作，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一起来看看。车辆开进桃园市郊区的一条小路，准备探访徐先生的工作室，就好像进入探访另类的桃花源，准备开始给大家不同的逻辑思维。现在在做的是，我们就是拿出刚刚的齿，就是引擎拆下来的这些齿轮，然后我们稍微把它做抛光之后，它会比较亮。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进行做焊接的部分。那现在我们在做的是把这些齿轮，然后做成一个像一个座钟这样子。大概是制作零件，是先烤热，然后经过徐先生工作室伙伴的打磨焊接。这些回收废弃金属再创作的工艺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也蜕变成具有环保教育意义的作品，是可以调光的。推动这种创意实现的灵魂人物是这位徐正泰先生，他本身擅长机械工艺与金属加工，而且集结了这个领域的隐形冠军好手们，共同筹组了极致机械工艺联盟，将回收来的各种汽机车金属零件，透过美学素养重新打造成日常生活的物件，让废弃金属蜕变重生。或许观众会很好奇，徐先生为什么想做这件事？
其实会有这种想法的起源是来自于他的父亲，因为从事修车业的父亲竟然用手工打造出了一辆汽车。汽车产品它是工业产品里面难度最高的，不管是制作跟设计上面它都是最高的技术，所以我父亲透过手做一台汽车，你可以看到这不是说我们拿一台汽车把它底盘留下来然后盖上一个新的壳，不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零件，它的传动，它的这些东西，这些机构全部都是，包含刹车，它全部都是用手工做出来的，就是我父亲透过这个方式把技术传给我们的这一代，然后我们再把加入我们的艺术成分跟符合现代需求的一个市场。哦，这都是刚回收回来的零件，就是长这样。对，所以说这些零件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经过拆解之后，大概会是现这样子，它是有点油腻，是黑黑脏脏的这样子。然后最后我们在制作完之后，再经过抛光处理的时候，它就会发亮。运用成熟的工艺技术，透过机械辅助，再融入美学的设计。极致机械工艺联盟团队因为关注环保与温室效应的议题，将回收来的金属材料零件创造出不少作品。像这件金属艺术模型，曾受邀到南港瓶盖工厂展出，希望传达给民众要珍惜资源，爱护我们的居住环境。像它这边的话，其实是它是一个末日城市的概念，然后就是让大家去反思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未来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样貌。那它的一些作品的话，其实他们都是用一些就是废弃回收的金属，就是可能从一些机车啦或者是一些工具上面的零件拆卸下来之后的一些小零件，那就是去重组成它的这个作品这样子。人类都把想要用的东西，然后拼命的利用。啊，不要的东西就丢到海里面，或是把它丢到我看不到的地方。但是像这样子的抛弃，这样没有妥善的去做回收再应用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可能会造就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未来。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珍惜这些资源的时候，它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价值，或者说它对于我们人类生活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更美好的事情。还有关于环保与海洋生态的议题，也利用回收来的废弃金属再制重生，蜕变成具有环境教育意义的作品。这也是一个完成的作品。对，这是一个完成的作品。对，你可以看到这个作品，其实也是我们用废铁材，这也是用汽车的齿轮。你可以看出来说，这边它的行李是一条鱼，然后里面看到这边它是回收瓶罐，铁铝罐。对，铁铝罐。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继续把垃圾往海里面丢的时候，这些鱼它就只能吃铁罐了，只能吃这些垃圾了。那是因为我们污染了它，我们破坏了大自然的环境了。这边我们请徐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眼前看到有两个长得蛮奇特的作品，那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说这两个是什么样的作品，然后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吗？像这个作品，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手一个机械手背捏着一个回收瓶罐这样子，我们想要表达的是说，就是这个回收的一个概念。那这些精密的一些齿轮，全部都是由引擎变速箱里面拿出来，还有看到一些电路板啊，一些这些材料。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常看到的一些，我们认为我们一般就会认为说这些东西它可能就是只能直接进去到废弃厂回收了，就变成圣经论两了。这个部分是一个。资源回收厂，他们想要表达这个回收的这个概念，希望说让参观的人他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些材料除了说我们知道的知识性的一些分类以外，我们还可以知道它还可以做出像这样的比较具艺术品价值的一个创作。那这个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灯这个是什么？好，这是用汽车的气缸头，还有它的变速箱的齿轮。去做成一盏灯，因为气缸它等于是汽车的引擎里面的内部的那个心脏，所以就好像是我们的人的心脏在运作，所以它这个成为一个它想要做成一个礼物是馈赠给贵宾，所以它希望说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作品就是你我希望说就是送给他是表达是说你永远在我心中是我会把你一直放在我的心中那样子重要的一个价值。
金属的可塑性相当高，除了回收汽机车的金属零件进行二次创作，极致机械工艺联盟执行长徐正泰也经常从欧洲各地寻找适合的金属或其他媒材，仓库中琳琅满目的材料对这群工艺好手来说样样都是宝。因为金属跟其他材料比较最大的特别是说它可以不断的循环，它可以循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但是我们讲的木头或是塑胶它可能回收使用它的周期跟它的寿命是有限的，所以金属它等于是说它回收再利用的时候它的耗损是最低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而且它的可塑性最高，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用金属这件事情来做创作的时候，它等于是说比较更能够我们表达我们所谓的就是资源循环再利用这件事情的那个议题。而在台南有一家由回收废弃车辆所打造的梦工厂，也委托极致机械工艺联盟运用大量回收的车辆零组件，透过匠人的巧手再制成家具与装置艺术进行展示，让环保理念贴近于每个人的生活中。执行长徐正泰说，极致机械工艺联盟团队将在金属加工的领域持续进行传承与创新，也期望透过更多的创作传达给民众回收再利用与资源永续的观念，大家都尽自己的力量来爱护我们所生存的环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上国际治疗指引希望放宽及加速健保给付免疫合并化疗，作为五种瘤基因突变的晚期肺癌患者的第一线治疗。三二一，晚期肺癌治疗接轨国际。肺癌癌友无法选择肿瘤基因和型别，一旦患者无法使用标靶药物，若不符合免疫治疗的健保给付条件，就只剩传统化疗可用。社团法人肺长寿协会完成国内首份的肺癌治疗满意度大调查，调查显示健保给付是癌友治疗满意度的关键。台大云林分院胸腔医学中心主治医师陈崇玉指出，像是肺鳞癌虽然三年前开始给付免疫治疗，但受限健保条件严苛，多数癌友可说是看得到却用不到。癌友也现身说法，希望健保能给癌友更多的支持。一个病人啊，整个全家都受到影响，经济上也受到影响了。今天我后来，我经过我们的陈医师帮我介绍，我做了免疫性治疗，我今天才有办法站在这里，跟各位先生、媒体，还有很多的病友来分享。我做了这个免疫系统治疗呢，我可以跟很多朋友聊天，因为我已经退休了，退休了，我可以，我讲实在，我退休后在务农，还可以到乡下去帮人家工作啦，我就自己种种田啦，种种菜啦，还可以运动啦。如果说做了传统性的化疗，我跟以后的年龄已经没有办法了，一定没有办法了，所以说呼吁啊。我们的政府啊，对这个我们的肺癌病患啊，都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免疫性治疗可能会牵涉到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呢，他没有办法承受的话，能说有钱啊可以生啊，没有钱的要死掉了。很多朋友左看右看，今天少一个，明天少一个。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个，他说好了，等死了，等死了。可是政府要关心这一点。台湾这么长的寿命记录啊，这个政府要关心啊，要关心。他们不愿意得到这种病哦，他得到这种病，变成了他的经济负担。所以说啊，我呼吁啊，我们的政府应当。会要非常的关心这个费用，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的，
肺罹癌的发生大部分是跟空气污染或者是基因的突变有关系，那它跟肺腺癌不一样，是肺腺癌呢它大部分发生在我们的肺部的周围，那这样肺罹癌大部分是发生在我们的气管的一个中间。那我们目前呢这个国健署呢给付的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呢，它针对我们肺部呢做一个扫描，但是呢对于中间的包括这个气管支气管的这个部分呢，那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呢是没有办法筛检出早期的肺罹癌的一个变化，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在筛检工具上肺罹癌它就受到一些限制。那第二个是呢，肺罹癌的它目前的治疗呢还是以这个化疗为主，因为它的这个标靶这个药物呢相对比较少。那另外呢，受限于这个健保的给付，那我们在使用这个标靶药物之前呢要做这些驱动基因的检查，但是呢在这些健保呢并没有给付呢我们的肺罹癌的病人来去做这样一个基因检测，所以这些病人他能够接受标靶药物的治疗的机会呢就相对比较低。那再来是这个免疫治疗的部分，那免疫治疗呢主要是健保呢它限制在这个 PD-1 呢要大于50的病人，可是呢临床上我们看到 PD-1 呢大于50的病人其实但我们的病人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左右，也就是有四分之三的病人呢其实并没有办法来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免疫治疗，这是我想在目前在临来肺罹癌的这群病人他所受到一些不管是筛检的劣势甚至的治疗的选择呢也相对都比较少，受限于健保的给付很多呢治疗那必须要自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免疫治疗还以及标靶药物呢它的价钱都在十多万到二三十万，很多病人他在健保的这个标准的治疗完之后，他如果没有这些经济的来源，那我想很多的治疗他就必须要去放弃，或者是呢他必须呢再去回到传统的这些化学治疗，但是传统化学治疗我们知道它的副作用呢相对这些标靶药物或者是免疫治疗它的副作用会来得很多，所以很多病人他可能到最后就选择我不治疗做安宁。那我想对于很多特别是刚才我们今天有年轻病友的一个代表，对于这个家中一个经济的来源或者是甚至呢他是一个家里他有这个年幼的小孩，他们也希望这个能够陪伴小孩成长这个过程，我想对他们来讲会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打击。目前还有治疗上遇到一些困境，就是说国际上一些新的治疗方式比如说免疫加合并化疗的这个治疗方式，还有一些新药新的标靶药物，那么在健保这边给付可能都要好几年的时间才会通过。那么我们其实肺癌晚期的病人他是在跟死神拔河，那他不见得能够等到那几年的时间，可是如果这些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式能够提前让他们使用，可以延长他们的存活期这个是大家所期盼的。有些家属有些晚辈他们比较孝顺，然后就拿房子去贷款给爸爸去治疗那结果呢治疗到后来爸爸走了，但是这个贷款还是没缴清，继续还要再负担这个费用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健保这边能够多给我们还有支持，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新的纳入更多的这个新的治疗方式跟药物。台湾年轻病友协会副理事长更指出，60岁以下的晚期患者中有5/5的癌友是家中的经济支柱，他期望有关单位能在健保给付与职场工作方面给癌友更多的支持。因为我们很多的年轻的癌症病友其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支柱嘛，那很多年轻的癌友其实要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副作用太大，那导致他们无法去兼顾他们的工作跟治疗。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癌症病友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在这边其实想要呼吁政府，就是说提供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的这些创新的药物，例如像是癌症免疫治疗或者说合并的免疫治疗，可以让这群年轻的癌友他们可以兼顾他们的生活品质，然后有机会可以一边治疗然后一边兼顾他们的经济收入，去最大程度的降低他们生活或者说家庭上面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很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生病不代表失去工作的能力，他们的专业能力其实都还是在的，那只是说我们可能只是需要一些比较弹性的工作方式。那刚好因应过去就是 COVID-19 导致说，其实很多的工作形态都做出了很多弹性的调整嘛，例如说很多人可以 work from home 啊，然后可以通过远端的方式来参与工作。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癌友他们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因为这样子工作环境、工作方式的调整，让他们反而可以去兼顾他们治疗跟工作之间的平衡。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希望未来就是在台湾的公司企业，他们遇到他们员工罹癌之后，或许也可以在这样子工作形态上面给予更弹性的支持。肺长寿协会指出，他们也透过脸书的肺长寿社团，尽力提供癌友相关的资讯。很多人他一确诊癌症，第一个反应就是晴天霹雳，然后不晓得能做什么，也不晓得该做什么。所以，社团在这个部分呢，他能够给还有一个安定的力量啊，因为我们这几年来社团累积了很多的这个经验分享啊，还有一些医疗资讯的整理，它像一个百科全书，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还有带出来，让他们恢复以往正常的生活啊，所以我们有一些像我们有手机摄影的一些活动，还有登山健行步道的这些活动啊，所以我们希望在除了治疗以外，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生病了，然后所有的生活里面只有治疗这一件事情啊，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然后可以去让他们生命的宽度可以更宽广，这样子。响应2022年世界肺癌日，肺长寿协会、台湾年轻病友协会与沸沸扬扬台大云林肺癌病友会等三大病友团体，共同呼吁政府能重视肺癌治疗需求，盼放宽及加速健保给付免疫合并化疗，作为五种瘤基因突变的晚期肺癌患者第一线治疗，协助癌友能够透过创新治疗来维系工作收入，提高治疗的满意度。谢谢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副理事长。Home Plus 中加宽频在地影像培力与增建计划开始喽，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丰富奖励等你来拿。详情请洽中加新闻 FB 粉丝团，或扫描增建简章 QR code。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哦。中加集团关心您。夏末秋凉好时节，团圆共聚赏月圆，同事甜饼齐分享，欢度佳节好时光，月圆人团圆。米其林指南餐厅出炉了，首度纳入台南与高雄两座新城市，从一星到三星，还有特别奖。Every day 我们在讲要吃什么，要怎么 satisfy 这个 urge， 对不对？一句中午或晚上要吃什么是大众习以为常的问题。2022米其林指南正式揭晓，提供民众饮食参考。
本届除了台北、台中外，首度加入台南与高雄两大美食城市，38家摘星餐厅名单出炉。谢谢这五年来啊，米其林给我们的支持，然后啊，也谢谢啊，移工的客人啊，对我们的移工的支持。然后这个今天我们的荣耀是来自于我们的移工的团队。米其林指南很高兴将推荐的城市由台北、台中延伸到台南和高雄。台南是台湾最早发展的城市，文化古迹遍布，从特色小吃到澎湃的板豆，都令饕客赞不绝口。而高雄这个汇集多元文化的港都，则是融合了不同的风味料理，形成独树一格的港都美食文化。相信有了这两个城市的加入，米其林指南所倡导的美好餐旅生活势必更加的丰富和多彩。今天我们除了向大家推荐台北、台中、台南及高雄的各式美食餐厅以外，也会为大家公布米其林绿星及米其林指南奖。米其林绿星是为了表彰与永续方面有所努力的餐厅，他们跟提供可以持续性的材料的供应商或者生产商合作，避免浪费，减少甚至消除供应链中的塑胶和其他不可回收的材料。米其林指南奖则是旨在表彰个人的杰出表现，希望借此展现受奖者个人才华以及专业方面的多样性，同时呢，展现他们为提升美食体验所展现出来的热情。今年的米其林指南奖有三个，分别是年轻主厨奖表彰具有特殊潜力，特别在烹饪创作中具有独特个性的年轻厨师。服务大奖表彰餐饮人员中的专业人士，透过引导和建议让消费者真实体验餐厅的美好。以及侍酒师奖表彰对于推荐食物与葡萄酒搭配的成功，提升消费者多元体验的才能。我们相信无论是表彰致力于永续的米其林绿星，或者是表彰个人杰出表现及热情的米其林指南奖，都能够帮助消费者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美食体验。米其林在台湾已经迈入第五年，那不仅带动了台湾的观光，还有美食产业的良性竞争正向发展。那透过大家不间断的努力，也提升了台湾的美食能量。那在今年度更增加的台南跟高雄两座城市，让台湾各地的美食可以跟国际来接轨，让台湾的美食文化可以享誉国际。台湾美食一直都是我们推动国际观光旅客来台的重要元素。那虽然过去两年，刚刚王董事长所讲的，受到疫情的影响，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还有我们的餐饮业都面对了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段期间各位厨师朋友们仍然持续的透过了料理来展现台湾在地的活力跟韧性。那善用台湾的在地食材以及尊重大自然，在餐盘上面精湛的演绎当令的大地味，如同上星期所公布的必比登名单，除了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各地的美食文化内涵，那在多样丰富的在地美食料理中，也分享了更多的台湾的感动。那为了顺应在地化跟永续化的旅游趋势，观光局也去整合了具有特色的区域性旅游目的地的观光圈资源，那推出疫后的观光旅游的一个产品，那着重户外及健康的元素，来呈现来台旅游多元主题在地特色。那今天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米其林指南2022的出版，就代表了台湾是拥有越来越多米其林指南星级推荐餐厅以及必比登的小吃名单，让台湾在世界上
在世界美食地图上面的地位更有说服力，在国际观光行销展现台湾美食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那透过美食跟多元旅游主题的对话来传达多样化的台湾意向给国际朋友，我们也期待国境开放之际能够有更多的国际友人能够来台旅游，除了能够按照我们的这个指南按图索实来探寻四座城市的美食之外，也能够到其他城市来体验不同风貌的美景、美食及文化，感受最在地、最行啊来、吃的还会想再来的台湾丰富多样化的在地美食。回首从2018年台湾首度有城市列入米其林指南的系列出版，到马上要公布的2022年星级餐厅及特别奖的名单，我们感谢所有公司部门及观光产业界这五年来一直坚守岗位、努力不懈的朋友，共同辛苦打拼的伙伴，让我们继续努力。去年首度推出的米其林旅行餐厅也持续增加，提供民众结合美食与环境友善做法的美食体验参考。另外公布的特殊奖项包括年轻主厨大奖、服务大奖及侍酒师大奖，表彰才华洋溢的餐饮业工作者在工作和专业知识的结合上大放异彩。逍遥素食呢，未来也会持续就是继续做永续的事情，让台湾、让地球变得更好。谢谢。应该是提醒我们可以做更多什么，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谢谢干爹。真的没有想过会有这个 award， 是真的没有想过。很感谢米其林，很感谢台湾，因为我是香港人，感谢大家，也很感谢 TJT。很感谢米其林，然后给我这个机会。其实这个奖项是献给我，只是代表全台湾很辛苦，然后很敬业、很专业的每一位餐饮服务人员。其实服务业真的很辛苦，然后我们很鼓励，就是辛苦但是专业，然后很坚持的每一位服务人员。更感谢颜之华这么棒的团队，让我有机会在台上，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很好的、更好的一些背景各方面，但是谢谢米其林给我们这个机会。台北今年总计拿下1间3星、6间2星、24间1星以及57间必比登推介店家，加上台中、高雄、台南的美食，完整名单可以到米其林指南网站以及 APP 上查找。记者温俊台北报道。再带你来看全国第一所网络高中——台北市立数位实验高中，第一届的40位学生在城市博览会进行开学典礼，教育局长曾灿金也到场勉励学生，并为学生开讲第一堂城市教育导览课程。开学第一天，全国第一所网络高中台北市立数位实验高中首届40位学生一早来到花博珍宴馆进行开学典礼，教育局长曾灿金也到场勉励学生，并为学生开讲第一堂课城市教育导览课程。这所学校当然有很多的特色，那很重要就是两个重要元素，一方面又是强调资讯科技应用，就是智慧教育，同时它也是实验教育。当然每一个人都有多元智慧，美国的学者啊，沃华德，我们加德纳这个提倡的这个多元智慧啊，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优势的智慧。多元智慧之外，更重要就是找到你的优势智慧在哪里，然后通过你的优势智慧在带动其他智慧的发展。那这是一所很重要的学校，也是要引领各位去探索个人，也探索你的未来的想象。那所以呢，我们的学习基地不再像传统在学校的礼堂、在学校的操场去做开学典礼，
我们选择不一样的时间跟空间，所以我们学习的基地是整座台北市，是整个地球都是我们学习的空间，所以各位期待在这个地方能够来探索自己，然后想象未来。在强调自主学习之余呢，很重要的是要自律，比如说个人的学习要为个人做负责，所以呢，我想我们大概有七成是线上的课程，但是也有三成是实体课程。为什么？我们人际的关系也要互动，我们也希望通过社团的活动能够来更深入的探索自己的兴趣跟专长在哪里，那这些要透过实体课程大家互相的，所以我想欺骗大家自主学习很重要，还是要自律。那更重要就是各位要放眼未来，除了学习力之外，很重要就是你要有社会力，比如说我的人际关系、我的沟通，哦，这个 EQ 也是很重要学习的管道。数位实验高中代理校长陈志远表示，这所学校的学习场域不会局限在教室，更不只是在校园，未来整个台北市都是学习舞台。而开学典礼中代表致辞的陈同学也表达对未来高中生活的期许。我们在这里进行我们新的学习阶段的开始和它的意义因为同学的学习的场域不会只有局限在教室更不是只有局限在校园，整个城市都是你们学习的场域，整个台北市也都是你们能够开展才华的舞台。这一所学校得到非常多非常多教育界包括我们市政府长官的帮助以及祝福，那在一个很辛苦的过程能够突破很多的困难，成立了一所新形态的高中。那在这里校长勉励同学，就是不怕辛苦挑战困难是第一届数位实验高中学生应该具备的特质。我相信你们当初愿意来报考这个学校，至少已经做好了勇敢这样的准备，因为我们看待的是为台湾培养未来20年的人才，而不会只有看待你们短期的一些成绩的高低。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上天所赋予的礼物校长一直这样深信着，你们带着自己的天赋而来，有自己的理想要往前迈进，不论它是什么，我们所有的老师都会给予你们最强力的支持。很多关心教育界的好朋友一直迫不及待想要看到同学们的成长跟学习，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充分运用到资讯科技，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充分跟你的伙伴相互的合作，在这一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去看到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人的学习就是这样除了自己的自我成长，一定也要好好的去帮助你心目中重要的他人。那这种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数位实验高中非常强调的。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妈的多重宇宙》这部电影，此电影的英文名称为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Everything 一切不可能皆为可能， Everywhere 从视而不见到真心看见， All at Once 指宇宙万物皆在我们此刻一念。很多时候事情接踵而来，我们无法确定我们当下所做的所有选择都是最正确的，但是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有三个特色让我们鼓起勇气做出了共同的选择。第一个，有些同学们已经具备了，已经想好了未来的方向，像我想要走音乐，有些同学想要走体育甚至服装设计等等。我们觉得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具有弹性与自由
可以让我们尽情发挥我们的天赋。第二，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有许多同学希望能拥有更广阔友善的学校，能进行学习探索，可以准备好迎接未来的挑战。而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提供了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来了。还有一些同学可能还会找到自己确切的方向，虽然选择很多，但不想盲目前进。我们觉得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可以帮助到我们，所以我们也来了。每天太阳都会依然的升起，我们也要依着自己的决定活下去。在许多人眼里，我们的选择是一场赌局，我们或许可以成功，可以不负外界期待，也或许是在原地打转。未来是未知的，但我确定我们会持续尝试，持续前进。从现在开始，也就是开始的第一天，我们要学习真诚真挚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个人，调整生活中最细微的原子习惯，刻意练习让技能更细腻专精。此时此刻，此生此世，所有的可能都有其原因。想要怎么样的人生，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我们相信我们会是那个创造宇宙让一些可能发生的人。谢谢大家。典礼中，教育局长曾灿金还颁发行动教学载具给学校师生，响应台北市智慧教育一生一平板一师一载具的政策，象征学校善用数位工具进行课堂教学与资源探索的特色。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Home Plus 中加宽屏在地影像培力与增建计划开始喽，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丰富奖励等你来拿。详情请洽中嘉新闻 FB 粉丝团，或扫描真件简章 QR code。眼见一定为真吗？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还有现在很夯的 AI 技术可以移花接木，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布。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透过各种管道来查证。破解假讯息行动四步一要，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中嘉集团关心您。夏末秋凉好时节，团圆共聚赏月圆，同事甜饼齐分享，欢度佳节好时光，月圆人团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金融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为了提供民众友善的休闲游憩活动空间，基隆市政府三年来投入了近3500万优化环场步道、儿童游戏场及各运动场地地坪及照明更新，改善后的运动环境让使用民众很有感。专心的挥拍击球，这里是暖暖运动公园网球场。在进行地坪及照明设施改善后，整个球场环境焕然一新，让球友搭战很有感。变成干净一点啦，哦，以前很凹凹凸凸的啦，啊，这摆较清洁，嘿，加好加好，大家都还算很满意。有啦，穿较清洁啦，哦，啊，较无安尼滴滴答答安尼。已经使用逾20年的暖暖运动公园设有直排轮溜冰场、网球场及篮球场等，
为了提供民众更好的运动休憩活动空间，在立法人蔡适应协助向中央争取补助1945万元，及基隆市政府自筹1458万多元，依序进行环场步道、儿童游戏场及各运动场地地坪及照明更新优化，希望提供民众更完善的运动休憩活动空间。这个的场地，基隆有时候常下雨，所以地坪是需要整理的。那这一次的启用是针对球场的地坪跟灯光的改善，因为这边尤其在晚上的时候不会干扰到旁边的住户，所以喜欢运动，尤其白天上班晚上回到这边运动是最好的一个场地。长期争取暖暖运动公园优化的当地市议员呼吁爱好运动的民众多多利用，并期待在多雨的基隆能争取设置更多风雨操场。敏勋本身是篮球很重度的爱好者，所以这个场域其实我昨天才在这边打过，那这个地坪翻修完毕之后跟我们球友来聊天都觉得非常的好。那包含旁边的网球场，其实因为网球设备其实 最重要是夜间照明，那恩典也在这里期待我们基隆多雨的天气，那往后再继续努力能够争取这个风雨操场，让这个冬天我们多雨的天气更多人能够来使用。蔡适应则强调，这是第一阶段改善，未来如果有机会，将规划增加风雨球场的数量，让基隆市民不受气候影响，随时享受运动乐趣。这是第一阶段，那我想适应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也许我们要增加风雨球场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哦。虽然目前我们在各个学校，很多学校都已经有风雨球场了，或者在很多学校都有所谓的儿童的游乐园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当然甚至已经做到风雨半封闭式的方式，但我希望像暖暖运动公园是全基隆市最大的运动公园，也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地方增加更多的半封闭式的建筑，让各位民众即便在下雨的期间仍然在这个地方能够很顺利的来做运动。市立体育场方面表示，这一次整修除了解决过去场地不佳的问题，连周边厕所都大幅改善，基隆市政府会加强管理维护，也呼吁民众共同爱惜使用。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中秋节快到了，台船基隆厂员工职福会连续14年向创世订购秋节柚子礼盒，赠送给同仁，希望协助因受到疫情冲击，捐款及物资都呈现雪崩式下滑的创世基隆分院，能有经费持续照顾植物人。来，中秋节快乐！台船基隆厂职福会主委蓝许清将一箱箱柚子送到同仁手中，祝贺中秋节快乐。这已经是台船基隆厂连续14年向创世订购秋节礼盒，今年共买了410箱柚子。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大环境，不过台船方面还是坚持这项公益活动，希望在感谢同仁辛劳的同时，也能协助弱势，并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今年也是跟创世合作第14年，连续的第14年。所以大家在配合上面都很好因为我们基隆厂的所有的员工也非常有爱心，所以持续的在做这件有公益有一些这个爱心的活动。我们也因为希望说借由这次的活动，能增加一些我们创世对植物人的一些帮助所以我们也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各企业能够一起来做一个响应。分院代理副院长表示，基隆分院目前共照顾46位植物人，光尿布一年就需要17万片。不过受到疫情冲击，不但物资与捐款雪崩式下滑，物价上涨更导致照顾成本提高许多。幸好有台船方面坚定的力量支持，让他们相当感激。那我们植物人的服务是不能够间断，所以必须持续下去。那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台船的基隆厂的福利会，然后我们的蓝主委，就是跟预购了我们中秋的柚子礼盒，那就是帮我们订了410箱的柚子礼盒，然后送给同仁这样子，那让同仁就是回家的，就是中秋节团圆的时候，还可以带着美食回去跟家人分享，那也可以就是做一份爱心。创世方面强调，植物人安养照顾不能停，呼吁社会大众帮忙，每月定期捐助1650元，或随喜乐捐皆可，协助植物人家庭，让爱延续。台船送爱，保佑植物人。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有民众经过基隆明德一路，看到有一位老先生双脚跪地，用爬的过马路。远警到现场询问，发现这名老翁独居，没有家人，出门采买，体力不支，才会用爬的过马路，所幸没有发生意外。民众开车等红绿灯，但远远前方居然出现一个黑影。绿灯起步，慢慢往前开，这才发现竟然是一位老先生，四肢着地，正在过马路。而这画面看得令人心酸，路上骑士和车主纷纷避开，就怕不小心撞到他。屁股这样撸着撸着前进的，很危险，没错，人家会认，会很扭的。本所于111年8月22日14时，接获民众报案说，明德一路往市区方向有一名老翁蹲坐在路边，需要本所协助。本所马上派同仁前往了解，该名老翁系住于本辖内老翁年纪已大及行走不便，加上体力消耗过度，所以才会蹲在路边休息。本所民警很热心的护送该名老翁返回住处。警方初步了解，这名老翁是附近一家木材行的长工，没有结婚，也没有儿女。退休后由雇主安排住处，生活还能够自理，只是这次体力不支，用爬的过马路，让人看得相当不舍。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另外，我们也与 FM 轻松电台 96.9 联合直播，欢迎准时收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中秋节快乐，我们再会。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嘉集团关心您。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 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LINE 讯息查证，加入 LINE 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 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加入好友。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My GoPen 同样加入 LINE 好友，当您收到不明消息，直接转贴到 My 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也可点选橘色按钮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散播假讯息不仅会罚钱，还可能触犯刑责，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